跪地登基。上一讲啊，咱们讲这个汉高祖刘邦，自从讨伐英布回来之后，这个身体啊就一直不好。本来呢，其实就已经是，呃，老弱多病了。这个在征讨英布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大臣们啊，劝谏他，他才去的。本来他不想去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哪有御驾亲征的？ 啊！呃、但是大臣们谁也不敢担这责任。英布是什么样的勇将啊？你不御驾亲征，你让谁挂帅？打不过，这不是事儿啊！你去了，不就天塌下来我大个儿的顶着吗？所以这帮臣子也真不是个东西。皇上年纪一大把了，又有病，还逼着这个皇上御驾亲征。结果打仗的时候呢，又让英布军呢给射了一箭啊！所以刘三儿老人家实在是扛不住了。 高祖十二年四月，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，病逝于首都长安，享年六十二岁。那在那个时候，六十二岁应该算高寿了，所以谥号是高皇帝。他死后，太子刘盈继位，这就是汉惠帝。刘盈是刘邦跟吕后的儿子，他出生的时候呢，还是秦始皇的天下，刘邦呢混得不咋地，就是。 一个小小的亭长，实际上流氓无赖一般，农活呢也不干，家里的事儿呢都是这个吕雉啊在操持，这个下地干活之类的事儿呢都是小小的刘盈，老爹不干活，他得干啊。后来这个刘邦又跑到山里边拉杆子去了，刘盈呢就跟母亲姐姐处在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。 后来呢，这个妈跟爷爷啊，就是这个吕后啊和刘太公，被这个楚军呢抓去了。他跟姐姐还有父亲一起逃跑。咱们前面讲过，结果这个老爹心狠呐，几次想把他们俩扔下车去，以便跑得快一点幸亏是刘邦的属下夏侯婴，就是看不惯刘邦这个德行样 抱怨刘邦不应该这样对待亲生骨肉，下车把他们姐弟俩又抱上了车，直到后来姐弟俩呢被送到了关中，才在这个这个根据地啊过上了安宁的生活，不至于这样颠沛流离。等到这个刘邦消灭了项羽的势力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，就立了刘盈为太子。这个时候的刘盈啊，才刚刚九岁。 童年的苦难啊，总算是没有白受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国之储君了，老爹又那岁数了，万一哪天嘎嘣了，自己就可以身登大宝。 就是刘邦娶的这个戚夫人和戚夫人为刘邦生的儿子刘如意。要说到戚夫人，还得从楚汉战争里说。这个项羽分封完了，很多人不满。秦朝虽然完蛋了，但是大家呢还经常打仗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公元前二百零五年，项羽率兵北上攻打齐国。 刘邦一举攻占了项羽的都城彭城，这个项羽闻讯大怒，亲率三万精兵，排山倒海般猛扑回来。刘邦率兵是奋力抵抗啊，但是乌合之众不是项王精兵的对手，招架不住是败阵而逃。项羽不容刘邦有喘息之机，亲自率兵追赶，打得刘邦是溃不成军，落花流水。 当刘邦单枪匹马逃到曹州东南二十余里的戚家村的时候，刘邦已经是筋疲力尽，几天几夜，担惊受怕，吃不好，睡不着，感到是走投无路。这个时候天色渐晚，刘邦下了战马，刚刚在村头一株古树下，这个休息了一会儿，啊，刚一合眼。 听到马嘶人喊，嘈杂成一片，追兵到了，怎么办？难道说我刘邦该命丧此地吗？正在仰天长叹之际，猛然瞥见一户人家花园里边有一老翁和一年轻女子正在辛勤劳作，整理花枝。 刘邦来不及多想啊，赶忙走上前去啊，跟这个老翁和姑娘说：“我乃汉王刘邦手下，被人追赶，希望老翁与姑娘鼎力相助。”姑娘急中生智，用手就指了指园中的一个枯井。老翁会意，就把刘邦拉过来：“爷，您藏这里边吧。”刘邦就躲在这枯井里边。战马怎么办呢？姑娘聪明啊，拿根木棍，啪啪啪打了战马几下，战马一溜烟 就往村外就跑了，等到追兵走远，刘邦得救了。到了晚上，老翁把女儿叫来，置办酒菜为刘邦压惊。这时候，刘邦知道恩人姓戚，是戚家村一位花农。这个姑娘呢，是老头的女儿，年方十八，眉目俊秀，天仙一般呢。 刘邦是顿生爱慕之心啊！这这家伙，酒色财气样样都占嘛！一看那美女，眼珠都能掉地。下，那、啊、您这时候还是逃难之身呢，看见美女走不动道了，又敢于弃世妇女救命之恩，所以就跟这个戚家人说了啊：“我就是汉王刘邦。” 父女俩一听，急忙双膝跪倒在地：“小民不知汉王在此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恕罪。”刘邦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快快起身，说我感谢你们俩呀、啊，救命之恩。将来如果寡人得了天下，就要封你闺女做贵妃。”戚家妇女一听，高兴了、啊，再一次叩头谢恩。戚姑娘马上更衣跳舞，陪刘邦欢饮。两个人当夜。 就成了亲，而且呢，两个人约定啊，说这个如果以后有了孩子，叫取名。 替丈夫的弃夫人呢、啊，并没有像这个安徒生童话里描写的那样，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其实呢，她一方面是在享受皇帝老公的宠爱，另一方面在吕后面前战战兢兢，唯恐惹毛了这母夜叉。吕后何等的心机呀、啊！她跟刘邦患难夫妻。 而且吕后在这件事上肯定非常不爽，老娘在楚军营中做人质，随时都可能被项羽下了锅煮了。你老小子跟那儿又玩花姑娘去了，所以他非常生气。当然了，他不会当着刘邦的面为难戚夫人，背地里对戚夫人是恨得要死啊！你想这个，一般的人说争风吃醋这种事儿，不至于惹出人命案来。 后宫里边，这争风吃醋就是你死我活呀、啊。刘邦就是一个下贱坯子，好色的要命。戚夫人又那么漂亮，吕后徐娘半老，所以你想，这吕后她觉得自己的威胁太大了，背地里啊就变着法儿的整这个戚夫人。戚夫人单纯善良，没见过世面，她天真的认为自己只要在皇宫里边。 安安分分把皇上伺候好，不得罪别人就会相安无事。但是他没有料到皇宫里的一切错综复杂、步步惊心。他更要命的问题是，把刘邦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，不会笼络人心，没有建立自己的粉丝团，没有自己的党羽，除了刘邦之外，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。 吕后恰恰跟他相反，啊！别看蛇蝎心肠、菩萨面孔，因人而异，或送美女，或送珠宝，是广结善缘。戚夫人在吕后眼里啊，就是一朵温室里娇艳的小花儿，掐死她不费吹灰之力。但是呢，现在不是时候，别着急，别看你今天跳的欢，来年我让你拉清单。 吕后在等待着更好的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皇上驾崩的那一天，在这个皇宫里边啊，待的时间长了呀，这个在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，戚夫人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。有老爷子罩着，还能过几天好日子，但刘邦不可能一辈子罩着他呀，他都年过花甲，自己。 这个二郎当岁，青春年少，是如花的年龄，老天有眼呐、啊！这时候，戚夫人为刘邦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没有儿子的时候，戚夫人是一心一意侍奉丈夫；有了儿子，加上形势所逼，戚夫人就开始打起了小算盘。啊、呃，要是我的儿子当了太子， 万一老家伙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儿子就会登上皇帝宝座，我就是皇太后。那个时候，谁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戚夫人真的是异想天开，她认为立谁为太子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，那、啊、就这人很傻很天真。所以，这个有一天晚上侍寝之前啊，他就跟刘邦哭诉说达令啊，你看我们母子俩无依无靠啊，要是你嘎嘣了，我们怎么过呀？” 恐怕这个吕姐姐不会放过我们。与其那时候被人害死，不如现在我们死了算了。刘邦本来就是心太软，又很爱这个戚夫人，一看戚夫人的这模样就动了心了，在心里就比较刘盈跟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，他觉得这个刘盈啊木讷老实、敦厚善良，而刘如意机灵活泼、有见识、有决断，很像自己。 所以这个心呢，就这个时候就逐渐偏向到了刘如意。 然后匆匆忙忙找到哥哥吕氏之商议对策。吕氏之算什么呀？他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？所以就千方百计的找到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，请求张良出面劝说。张良说：“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，是吧？这不像打项羽，我说什么皇上听什么。” 这立谁为太子啊？这是皇上的私事儿。皇上不喜欢你妹子、啊，那喜欢戚夫人。他要立刘如意，我就是一百个张良去了，说也无济于事啊。但是呢，张良给吕氏之啊出了一个主意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呀、啊、让皇太子千方百计要找到隐居在终南山的商山四皓。 这四位老爷子是刘邦一直想找的人，这帮人都是半仙儿似的人物，隐士高人。刘邦敬佩他们的为人和才华，一直请这四位出山，这四位都拒绝出山。假如你能够让商山四号做太子的宾客，并且引他们入朝，故意让皇上看见，皇上就会认为啊，太子爷的能耐大到。 可以请出来自己请不到的人，认为太子爷会有非凡之处，或许呢就不会废掉皇太子了。吕氏兄妹对张良是千恩万谢呀、啊，然后所以找这四位老爷子，也不用不用您做官，什么都不用，您就是友情出演一下，是吧？这我们给出场费，您能不能就来一趟上趟朝？四位老爷子不知道怎么被睡动了，就来了。 刘邦这时候老糊涂了吗？果然中计了。一次朝会，看见太子背后站着四位白发苍苍的老头，就问说：“这四位老先生是何方高人呢、啊？”刘盈就告诉老爹：“此乃商山四皓也。”刘邦一听大喜呀、啊，说：“朕找你们很多年了，啊，你们都不给朕面子，如今却追随我的儿子呀。” 这这太好了呀，那太好了，但是反过来，这个刘邦心里啊又很不是滋味我堂堂一国之主，日理万机，难道不如一个整天游手好闲、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吗？这商山四号啊，可能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，这个做了一回秀，大大的为刘盈是炒作了一番。 异、啊、口同声地跟皇上讲：“皇太子忠厚仁孝，善待知识分子，不像你脾气暴躁，张口就骂人啊，老拿我们当臭老九，所以我们不愿意辅佐你，而愿意为皇太子效劳。”刘邦听完四号这么讲，面带愧色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拜托四位高人好好照顾太子吧。” 朝会结束，回到后宫，刘邦拉住戚夫人的手啊，无奈而伤感的讲：“啊，说这个亲爱的，换太子啊没戏了。皇太子有商山四号协助，羽翼丰满，无法动摇。”戚夫人听闻这句话呀，是雷击头顶啊！他不知道商山四号是啥玩意儿，刘邦为啥怕他们？ 但既然皇帝丈夫说没希望了，那就真的没希望了。所以戚夫人悲伤地流下了眼泪。既然无法立如意为太子，如何安置这娘儿俩成了刘邦心中头等大事。刘邦知道自己垂垂老矣啊，而且老病缠身，想着自己离开人世后，娘儿俩的处境，忧心忡忡。为此，刘邦很郁闷。 郁闷的时候，只好唱歌排遣。这时候，一个这个管监察的官员给刘邦献上了一计啊，说：“陛下您不用忧虑啊，不如呢护送这个赵王如意啊到自己的封国，再派一个有能力而且受皇太子敬重的大臣去这个赵王的封国做国相，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”刘邦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就是。 病急了乱投医了，是吧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。国相受制于中央政府，而中央政府又被吕后控制。除掉一个封国宰相，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刘邦呢，听了这个大臣的话，就让这个赵王如意到赵国救封，而且就派这个周昌到赵国呀、啊、去做赵国的国相啊。周昌。 反对废太子嘛，等于是对这个吕雉来讲是有恩的呀。安置好了赵王如意，刘邦。 以后现在要对戚夫人展开疯狂的报复。前面咱们讲，戚夫人致命的弱点就是在自己受宠的时候没有建立自己的党羽，没有后援团，没有一个大臣替他说好话。人活到这个地步，这做人也是失败到极点了。所以戚夫人觉得呀，活着没什么意思了，请求三尺白绫自尽。 追随先帝而去，但是呢，吕后拒绝了他，不能这么便宜了你戚夫人，我要折磨你，我让你求生不能，是求死不得，所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把戚夫人打入冷宫，囚禁在特别监狱里边，把她的这个头发，你不是一头秀发吗？一根一根的给你往下扯，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。 然后用这个铁链拴住脖子，穿上囚衣，每天这个倒米、充米。为了防止戚夫人自杀，官兵二十四小时把守，戚夫人就没日没夜的倒米啊！一边倒米是一边流泪，一边流泪是一边唱歌：“子为王，母为奴。 终日冲國墓，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三千里，当谁使告汝？啊，我儿子是国王，我这儿求虏，整天咣咣咣，舂米，整天跟死相伴。谁能帮我告诉我儿子呀？啊，戚夫人希望儿子来救自己，毕竟儿子是赵王啊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阴险的吕后已经准备斩草除根，要干掉赵王如意。 吕后以朝廷的名义征召如意入宫，受刘邦重托、誓死保护赵王如意的周昌明白吕后想干嘛，所以呢，就以赵王生病为由，三次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征召。按理说，吕后完全可以把周昌一起干掉，但是周昌与皇太子有恩。 那要不是周昌谏言，当年那个刘盈的太子位就被废了。加上周昌德高望重，所以呢，不到下手的时机。吕后怎么办呢？采取迂回战术，先征召周昌进宫。周昌前脚刚离开赵国，吕后就下一道命令，征召赵王如意。如意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孩子嘛。 朝廷正诏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只好起身前往。据说这个如意进宫的时候啊，就是他的皇兄，惠帝刘盈，可能也知道太后的歹意。他热情款待自己的弟弟，实则同桌是寝则同床，让太后没法下手。但是呢，吕后终于还是找到了机会。 这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刘盈要去打猎，本来想带弟弟一起去，但是，一看呢，弟弟睡得很死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所以呢，只好自己去了。等他狩猎归来一看，赵王如意躺在床上七窍流血而死。赵王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孩子，祖国的花骨朵，就被这个吕后啊毒死了。 刘盈是痛哭不已啊，他也能想明白这是谁干的，但是他没辙，干掉了唯一的后患刘如意，吕后开始变本加厉的折磨戚夫人，而且把这个折磨当成一种艺术，那拿戚夫人当实验品，先是砍掉戚夫人的双手双脚，然后把她的眼珠子挖出来，两只眼睛成了鲜血淋漓的黑洞，所以呢，戚夫人终日嚎叫，撕心裂肺。 然后吕后就让他喝下哑药，叫不出来了。还不够，又用烟让人用烟把戚夫人的耳朵熏聋，然后把惨不忍睹的戚夫人扔进厕所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吕后拍了拍手，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，然后就把这件艺术品呢命名为“这个人质”，就是猪嘛，那、啊、人猪。吕后人性泯灭啊！ 到了这个这种程度，然后就让自己的儿子刘盈过来一起欣赏他的杰作。刘盈很善良嘛，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老妈叫自己过来干嘛。一看，就问那个问旁边的人，说这个那那黑乎乎的那么个肉团那是啥东西啊？啊，旁边的官员只好告诉他说那是戚夫人。刘盈一听是放声大哭啊啊！没有想到自己的母后这么残忍。 跟左右的人就讲说：“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这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儿。我妈是太后，她怎么干出这事儿来？我作为太后的儿子，我实在不想当这皇帝了。这这太惨绝人寰了。所以自从看到戚夫人的那个惨状之后，刘盈啊有点受了刺激了，那有点不正常，就可能有点犯精神病，就开始不务正业。 不理朝政，那么在刘氏为皇的汉朝，吕后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下一讲再讲。谢谢大家。